还是少量的玩耍是可以的。弄神兽的话，以后这个价。还是觉得这个东西能有衣服穿，也不至于到那种程度，好吧？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干这个事情啊，我没这个能力就不干这个事情，随意的一件事情。我的网管呢？我的八管呢？有没有过来帮我封号的呀？他们都不知道跑去哪儿了。啊！今年二十二岁。真的是一直会刷吗？别坑我啊！这边好吧，这边没有人。我操，跑了五分钟都没有了。管理员不是我要给的，是礼物达到一定程度他才有的。不会刷的。管理员大概在一把大宝剑左右的礼物才会有，才会那个是网管的，就是管理员的。妆今天是化的挺浓的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今天会这么浓？大宝剑的话要666一把，三个六。一般的话，在就是一把大宝剑大概是有十级了，就是管理员了。就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他们送大宝剑的都变成管理员了。是我的人，就暂时不要说别人，好吧？就不要说别人不。是吗？我们不是主播给呀、啊。你可以喜欢很多人，但是你我们是那个就是公司给。不要不要不要说别人不好。所以这个我们都不管的。赤金宝箱。这种纯多难得。就还没有呀，不过以后会有的，以后会有男朋友的，对吧？总会有的嘛，有的时候再说。嗯，到别的直播间都是干嘛的呢？没有不鸟你，但是人实在太多了，难道我一个一个能活得过来吗？我北京人。没有说呀。我鼻子是挺大的，这才能看着自己整，啊、这才看起来不是整。就是蛮喜欢的呀，蛮喜欢的。好吧，行吧，那我等一下吧，好吧，先喝宝宝啊，老板估计不是黑社会纹身，好吧，还没出呢，应该一会儿先是暂时不了啊，喝宝宝啊。我说了啊，先飞海三啊，这是海三啊，海四，再飞回。今天我可是二锅头，一点都没有准备。我跟你讲，想当年我可是混了很多年的，现在才出来。好东西，好吧。鼻梁上确实是有个斑。明天。啊，这个就是一般了。头发会掉吧？头发会掉吧？靠人品不错，靠人品不错啊。我们只能说，第一发就上海啊，美瞳是戴了红色的。第二发混什么？我哪是混什么的？看我像混什么的吗？第二发有可能和一个七八技能出来啊，所以说我们找资质好点的。就是因为胸小才要故意挤挤，要么更没有了。哎，这个过了，好好好爽的东西。然后的话，打微博是 MIKY Mickey 艾米奇。对啊，坐在这播，难道我还要躺着播吗？心酸呐、啊，没办法呀，我们家里面的灯不可以的。你从哪看出来主播是龅牙的？啊，你从哪里看出来主播是龅牙的？学习这边有没有？身上就这一个地方有纹身，然后别的地方也没有纹身。OK， 再打一个水攻击。可以可以。打死要站起来嗨。好了，然后取消，取消掉这个。我不是学霸，怎么可能是学霸嘛？的话，直接啊，这次不用飞了，直接喝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个疤蛮有概念的呀，你不觉得这个疤蛮好看的吧？反正我是觉得蛮好看。啊，不近了，你看这个姿势就不错，就可以当配子用啊。这个工资爆了啊，工资爆了。不过两边手臂上都有纹身，那才不好看。买一支1.15。你们知道吗？主播指的真的是很辛苦的。不用啊，这边
我真的是被你们弄醉了。找1.15的，没事啊。这个情感的话，那么低再低一点没关系。跳就算了。加热的话是完全够用的。主力的舞我会的，会的。纹师跟我那么多就没意思了。4万。两边手臂上都纹，你们不觉得很土吗？这个的话，说实话，这个的话可以卖一些。啊，真的会有女孩子纹在手上？摄像机的，我可以拿摄像高的吗？给啊，你先送呀。音质好差嘛，那我就不拿这个放了。爆炸是好还是坏？我也觉得那边音质不太好。拿我手机自己的放。Okay, 你觉得可能吗？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，这个是这个里面有那个什么问题。哎，我好像把西瓜汁吃的衣服上了。完了，又没有时间洗了。可以上，后面横可以上，长的也不上，不会啊。上一个小法又火了，现在上一个别的。左青龙右白虎，中间是个250，是吗？也没有别的。买表，怎么可能要聊了？因为我不存在100%的回答。2号位的话，我把它移一下。我应该把那个鼠标拿过来，因为这个不太好聊。旁边有什么人？不要吓我。怎么可能有人？没有卖书。别逗了，你会把我吓死掉。卖书我就买。